圣朝繁华昌盛，尤以基督长安为首，锦绣人物不可胜数，最为清正端方者，为官于朝，自当为百姓请愿。你给我滚！属下滚。有静便有动，最为离经叛道者当属。别让本县主再看见你。哎呀，子夜时分，生人退避。那长安城中还有很多你我未知的事。